归家第二天，涮羊肉，买羊肉片去。巴图牛羊肉带着我，我妈带着我买羊肉片，咱四斤，还是肥的少一点啊。啊，行，我就给你不买这小瓶。哎，好嘞，四斤羊肉回家涮锅，买完肉片再买点菜，荤素搭配，但我只喜欢吃肉。买完菜了，回家涮锅，涮火锅。来吧，来吧。今天就纯吃肉。这刚才买的羊肉片，这可是我家里这边的羊肉，可是不一般，跟外头的啊，闻着奶香奶香。这就是清水煮羊肉，特别鲜嫩又好吃。这个就是海奇王，这个我们这边人吃这个比较多。海奇王即使打广告费啊。好了，我吃饭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